近期任网台相当出位，连环草臭完李隆基和未婚妻 Chris 之后，又突然转态，引发了退订热潮。而在昨天的短片里面，他的失实言论更加辣兴了爸爸刚刚过世的郭善妮。网红老屈他的爸爸沉迷赌海，令他罕有这样大动肝火，更加要求对方将影片下架。他严正声明爸爸从未欠下赌债或者沉迷赌海，从来没有跟妈妈离婚，在他小个时亦都一直给予一家生活所需，同埋提供一个温暖的家。又重申妈妈一直是家庭主妇，照顾屋企，从嫁给爸爸之后一直都没做嘢。其实 Sonia 咁多年以嚟一直都有不少的负面报道，但他从来没有还击或者澄清，今次大动肝火，看上来真的很嬲啊。